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黄慧玲。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是文学界在马拉松的代表，对。可是我们今天没有要谈村上春树，我们要谈马拉松，因为在我们身边实在有太多艺文圈的朋友在跑步了。日本的马拉松非常的有在地文化，你会看到有很多人打扮成志村健或是樱桃小丸子等等知名人物，而且他们都真的跑得完。今天我们邀请跑步达人欧阳靖分享他去日本跑马拉松的心得。欧阳靖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聊了很多跑马拉松的事。嗯，真的有人会扮成很多有趣的人物去跑吗？对，那个其实是日本马拉松文化的一个蛮大的特色，他们会有很多人 cosplay，那包括日本的动漫人物、电玩人物，然后甚至什么样奇奇怪怪的角色都有，所以他们的马拉松其实跑起来你会觉得很像嘉年华。去日本跑马拉松的经验里面他们会扮成什么？那个像我参加东京马拉松，那他们就有人打扮成像是马里奥兄弟，对，然后还有那种战队，就是全部五颜六色的一整群。然后我在冲绳也有遇到女生打扮成是那个美少女战士，一整队。然后东京马还有我们来自我们台湾新店真武山寿玄宫的三太子也有去参赛，对，然后就是什么样子的人都有。那东京马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角色，就是一个耶稣。有一个人他会背着十字架打着赤脚跑，那他是都这样子跑，跑完42公里，每一次都会参加，对，每一次都会参赛。哦，对，我其实欧阳靖这本书里面拍了好多这样的照片，对，有人扮成小偷，对，小偷，那个是小偷，然后大家看到他都会叫他小偷，赶快跑，小偷赶快跑。对，然后还有人扮成那个是吃钱的怪物，对，吃钱的那个怪物，对，超可爱的咸蛋超人里面的怪物。然后他后面还写真女友，对，但是怪物除外，根本没有人看到他长什么样子，对，非常的可爱。他这个应该装备真的都不很重，很重，所以他们能够穿这样子跑完42公里是。我觉得是蛮有经验的跑者才有办法，所以他们真的都跑得完。对，真的都跑得完，不是跑着玩的，不是，他们是很认真在跑。除了跑的人非常的有趣，有些人会扮成怎样怎样的人之外，旁边加油的人好像也还蛮厉害。对，旁边加油的人哦，其实日本跑马拉松最特别的一点是，他的那个加油民众的热情程度是世界之最，就是整整绵延42公里的加油群众没有断过。完全没有断过，然后所有整个城市是停摆的。当天，比如说当天举办马拉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城市里面的所有民众，老人、大人、小孩，通通站在赛道旁边帮你加油。所以你不会感觉到跑步的时候很孤单。完全没有，荒郊野外。在日本跑马拉松赛事的话，基本上你是不能够戴耳机听音乐的。因为你四周全部都是人在替你加油，如果你不听他们的加油声，其实会有点不礼貌。对，但是好处就是当你真的觉得意志消沉的时候，旁边都会随时有人叫你加油加油加油。对，所以那个气氛真的是很感人。你过终点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讲起来，为什么日本马拉松会这么的流行？其实当然，马拉松是一个很久远以来的一个运动项目，可是在这十几年来好像特别流行，对不对？它有它的一个背后的因素。对，日本的马拉松吼，其实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的是，日本的马拉松文化非常兴盛，因为世界马拉松选手的排名，日本算是前几名的国家。对，然后呢，现在目前全世界马拉松成绩前10名的女子选手里面，有3个是日本人。对，所以日本其实他们的马拉松成绩很好，对，他们拿过几次奥运金牌，对，他们是成绩是凌驾在就是跟肯亚、伊索比亚他们差不多的，对，日本是马拉松成绩非常好的一个国家，是，然后再加上他们日本的民族性吼，比较怎么讲，他们比较钻研一些像道的东西，对，就是他们那个精神是认为在我不要跟别人竞争，但是我要好好的做好一件事，对，然后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给自己带来一些修炼，就是包括身心灵的修炼，可能是因为这个民族性的关系，所以日本人对于马拉松是有一种特殊情感，那他们其实都会借由马拉松去宣扬一些文化，然后或者是
像他们那个当年就是申办奥运的时候，也是利用马拉松作为一个主招。近几年的话，是因为其实发生三一一大地震之后，那马拉松是一个很有正向能量的运动。那尤其是当大家都一起在跑在同一个赛道上，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那种正面能量非常大。所以三一一地震之后呢，关西地区像大阪啊、奈良啊、京都，他们就开始为了要声援关东地区，所以开始举办了马拉松赛事。对，那也有很多的一些跑者，就比如说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村上春树先生，对他本来就是很资深的马拉松跑者，那他也带领了很多的人开始用马拉松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为自己国家加油。对对对，这真的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对，我想静应该参加过所有日本各地举办的马拉松。其实没有，因为日本赛事真的太多了。对，台湾的赛事是全世界最多的。哦，这样子。对，台湾的路跑赛事全世界最多，但是日本的，因为日本蛮大的嘛，所以他们各地区都有不一样风土民情的马拉松赛事，所以你真的要把日本赛事跑完，几乎是哇不太可能，非常困难。但是我是有尽量在收集这个，就是想要完成这个目标。所以欧阳靖到目前为止，你大概跑过几个日本的马拉松？日本的赛事哦。其实我没有特别去算哎，但是我海外的赛事加起来 ，total 差不多跑过19场左右，海外的、就是那个包括美国、日本、澳洲这些。像我上次去静冈马拉松，那天天气状况非常的不好，下大雨，然后天气又冷，大概气温不到10度，大概9度左右，那个体感温度非常低，你就看到一整排的日本大会的工作人员，他们蹲在路边，帮每一个跑者拆晶片。他们就想到说，哦，你跑者蹲下拆晶片很辛苦，所以他们就安排了工作人员特别在做这件事。讲一讲你在日本参加的第一个马拉松好不好？应该还蛮惊艳的。我在日本参加的第一场马拉松就是我的初马。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全马，对，是，对，就是我们一般会讲初马，就是人生中第一次完成的42.195公里，是那个叫初马，那个是真的要慎选，因为那个会是自己一生的回忆。那我的第一场初马就是在日本的名古屋完成的，我是参加名古屋女子马拉松。我自己有一个艺文圈的朋友，他今年去参加过名古屋的马拉松，然后他就在脸书上炫耀大家，他就说你如果只参加过台湾的，你真的很难想象日本的马拉松是如此的完善，对，是设计的如此的专业。对对，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这跟日本的民族性也有一些关系。对，因为日本人做事真的是很严谨啦，所以他们每一个环节都会自我要求很高。那日本的赛事，他们对于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是要求非常的严谨，就是包括医疗。你就会看到他们日本的那个医疗人员哦，他们会背着那个 AED， 然后呢在跑者之间骑脚踏车来回巡视。然后只要任何跑者有一点点状况，医疗人员会马上冲上去，就是那个反应非常的快。对，然后交管就是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他们是完全处理的非常非常的严谨，所以你在日本参加马拉松其实就是一点都不用担心。对，是很安全的。那包括像今年的东京马拉松，他们甚至有警察陪跑。对，因为原因是什么？怕有恐怖攻击。对，因为东京马拉松是算是世界知名的大型赛事，然后怕有恐怖攻击这个疑虑，所以他们甚至让警察混在人群中，每个警察都带着那个监视摄影机，然后就跟所有的跑者跑在一起。哇，对，他们做事是非常非常严谨。那再加上他们对于一些细节的琢磨，就是例如说你在日本跑到最后，就是已经快要到最后了，那个公厕都还是干净到一尘不染，你就会觉得说哇，怎么会这样？他们很感恩，是怎么维持的？对，就是因为通常就是那种流动公厕就是很脏嘛。对。那可是日本的公厕，你到最后30几公里还是这么的干净。那有一些细节的地方，就比如说像我们跑完一场全马42公里，跑完之后呢，其实你连走路都已经有一点困难了，就是已经呈现一个半残的状态。那我们一般在参加马拉松赛事的时候，
我们会配备那个 GPS 的感应晶片。对，那感应晶片就是它是你的完赛成绩的一个感应器，那那个晶片呢，证明你有跑完，对，证明你有跑完，对对对，它会中途会经过一些感应器，那那个晶片会别在脚上。它会脚踝上，就是你的鞋带上面，晶片会别在鞋带上。那你跑完42公里之后，那个晶片是要回收的嘛？交回给大会，你不能带回家。哎，它晶片有成本，对，它那个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那个是有成本。你交回晶片，他们会送你一些水跟饮料。然后那个晶片呢，就是你跑完全马，你还要蹲下来去拆晶片，其实真的是有一点辛苦。对，因为你跑完全马了，就是还要蹲下。跑完全马之后，没有办法蹲下，整个身心状态连蹲下都很困难。蹲下是不要说蹲下，连走路都很困难啊，走路都非常困难。是，但是在我们通常如果说在台湾参赛，我们大家就是自己靠自己。台湾跑者非常坚强，我们就会蹲下，然后把它拆开。可是他们日本的赛事啊，居然就看到在大雨之中，像我上次去静冈马拉松，那天天气状况非常的不好，下大雨，然后天气又冷，大概气温不到10度，大概9度左右，那个体感温度非常低，你就看到一整排的日本大会的工作人员，他们蹲在路边，对，帮每一个跑者拆晶片。就你不用蹲下自己拆，他们工作人员在大雨中这样淋着雨，穿着雨衣这样子蹲下帮你拆。这个其实是他们在设计这个马拉松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件事，对，他们就想到说，哦，你跑者蹲下拆晶片很辛苦，所以他们就安排了工作人员特别在做这件事，然后另外，东京马拉松有一点很感动，就是在以前我还没有去跑过之前，就有听跑过的朋友讲，他们说当你跑完那42公里，而且东京非常冷，我们跑的时候还在下雪，对，当你跑到终点，觉得哇，就是很冷，身体也很累，然后非常冷的时候，这时候工作人员哦，他们会拿一条完赛的大毛巾。双手亲自这样帮你披上，然后双手帮你挂上奖牌，然后跟你说辛苦了，然后谢谢你来到东京。天哪，哎，讲到那个感谢这件事情，日本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叫做仪式吗？还是礼貌？还是内化变成习惯了？我觉得这是跟他们的这那个文化有关。这个形式呢，就是日本人他们日本跑者他们在完成马拉松之后，他们一定会回头跟终点线鞠躬。鞠躬的用意是，这个鞠躬呢是表示，因为我之前在日本看到很多跑者做这样的事，那我后来去询问人家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认为这场赛事如果不是靠着一路上有这么多加油民众的支持，然后有大会的规划，然后有老天爷的帮助，自己是不可能跑完的。对，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这件事。对，所以他们日本跑者都会抱着一种感恩的心，他们就觉得自己能够跑完这42公里，是因为靠着这么多人的帮忙，这么多老天爷的支持，所以自己才能够完成。所以他们是以一个感恩的心，然后回头去向终点线鞠躬。那这个形式，就这个仪式，是我在世界各地其他地方跑马拉松都没有看过的，只有日本跑者会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精神很值得学习。对，我们在录影之前，欧阳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我听完之后我就整个起鸡皮疙瘩这样。哦，那个是我在静冈马拉松遇到的事情，因为那个静冈马拉松那天真的是天气非常非常差啦，就是又是起大风，然后又冷，然后又下大雨，那就看到有跑者是以非常快的速度跑过终点，就是差不多是3小时左右，就是非常快的跑者。那他过了终点之后呢，其实你就知道，因为那种尽全力运动的状况之下，可能后遗症会产生，可能会呕吐，可能会晕眩，那个都是正常的现象，很正常的生理反应。对对对，然后那个跑者就是过终点，冲过终点之后呢，他就快要摔倒了，因为他气力耗尽。对，那你就看到他们的大会工作人员非常非常机警，他们那个医护人员哦，在人都还没有倒下来之前，就已经冲上前去把他架住了。对，你看他要多细心的观察。对，真的，他们一直在观察，他们那个医护人员是眼睛一直盯着所有跑者在看。然后呢，他们把那个跑者架住之后呢，当然就是问他说：“你有没有问题啊？可不可以？就是还
要不要送你去医护室什么？那那个跑者已经在呕吐了。嗯，对。可是那个时候，那个跑者在大雨之中，他还坚持说，希望工作人员可以扶着他转个身，回头去向终点线鞠躬。他要鞠完这个躬，他才愿意跟医护人员去医护室。对，因为他说这真的就是日本人哎。对，然后真的就是因为他很想要表达对这个赛事的感谢。嗯，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看到你在看到大雨中，每一个跑者过终点之后都已经哦腿已经都快断了，还回头去鞠躬，就会觉得很想哭。对，很感人。嗯嗯，工作人员会打扮成战国武将。对，非常有趣，他们会穿成战国武将的样子，然后在旁边帮大家加油。嗯，真的好入戏，真的很入戏。然后就是很多 cosplay 成那个古时候的人这样，然后他连他的纪念商品啊什么都是跟德川家康有关，他们是一整个系列的配套做得非常有规划。嗯，刚刚欧阳靖有谈到静冈的马拉松。嗯嗯，其实几乎日本每一个地方他们举办马拉松都会跟自己当地的文化相关。静冈好像也是一个还蛮跟文化结合的。对，因为静冈马拉松它其实才举办第二届，那它是跟那个德川家康有关。嗯，对，因为德川家康他其实人生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静冈那个地区里面就是成长的。那所以他们就是为了感念德川家康对于日本的这个就是。这等于说在日本历史上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他们就以这个为主题，然后举办了静冈马拉松。他是要那个彰显德川家康公的事业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在赛事的规划上面，就是比如说他们的工作人员会打扮成战国武将。对，非常有趣，他们会穿成战国武将的样子，然后在旁边帮大家加油。真的好入戏，真的很入戏。然后就是很多 cosplay 成那个古时候的人这样，然后他连他的纪念商品啊什么都是跟德川家康有关，他们是一整个系列的配套做得非常有规划。嗯，所以你以后想到静冈，你一定会知道这里曾经住过一个大将军。对对对对对，你看，就是艺文圈的人就很奇怪，讲马拉松就不好好讲马拉松赛事，就一定要讲马拉松的文化。哦，可是真的是跟文化有关，真的很深厚。对，他们连那个赛道的路线哦，都特别绕去德川跟德川家康有关的景点。对对对，他们连路线规划都会这样子做，是真好细心。对，好。但其实讲回来，马拉松之所以迷人，还是在于它带给人的那种运动之后，以及在运动这个跑步的中间，带给你的不管是体力上的、心灵上的淬炼。你觉得跑步或是马拉松对你来说最迷人的是什么？为什么让你这么没有办法放弃？人生已经19个马拉松了。因为其实马拉松很有趣的一点是，你从跑马拉松之中可以得到成就感，然后那个成就感不是在于跟别人比较啊。对，因为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是说我们人生中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在借由跟别人比较，来获得成就感，或者是失去成就感。就例如说，我长得比别人高，我就觉得我比别人好。然后呢，她比我漂亮，那我就会觉得很伤心，因为她比我好。就是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要跟别人比较。那一般的运动竞赛也是。就是打球，或者是短跑竞赛，还有分数嘛？对，你都是要跑几秒，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都是有输的一方跟赢的一方，就是在于跟别人比较。那可是马拉松这个东西，它非常神奇的是，它的重点不在你的成绩，而是说你完成它。而且马拉松真的很神奇，就是不管你跑的多慢，你跑的多烂，对你只要过终点之后。你就会一定会跟自己说，我好棒，我完成了。对，那种成就感，对，那成就感是自己带给自己的。那世界上应该很少有这样的事情。那至少在我的人生经验中，我在还没有跑马拉松之前，我是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感受。就是当我完成了一件事情，我会觉得我会得到这么大的愉悦感。对，其实我觉得马拉松的经验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个人的。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有趣的跑者，讲了这么多有趣的加油的人，在你的跑步经验里面啊，你可不可以回想一下，帮大家回想一下，在日本跑马拉松的时候，你有
觉得跟哪一个特别的造型的人一起跑格外有趣？我喜欢跟长者一起跑。哎，对，因为日本有非常多赛事都有老年人，老年的跑者参赛，他们甚至组别还有那种80岁以上的，就是80岁以上还跑全马。然后他甚至会跑得比你还快，对，所以我会而且几乎日本每一场赛事都会有很多长者参赛，对，然后就像我在书里有介绍，我有去跑鸟取马拉松，那鸟取是在日本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那你在跑的时候，就是跑到那种乡下的村庄的赛道的时候，你就看到旁哇头就是你正前方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有一个还驼背，有一个头发全白，然后呢你就哇好想跟他们跑在一起，就他们一溜烟就不见了这样子。哦，真的。对，然后或者是我在长野跑马拉松的时候，我在最后的一公里就是身心俱疲，本来心中就是觉得可能想要放弃了，就碰到了一位白发老先生，他还是跑到我的身边，然后跟我说 follow me follow me， 他叫我跟着他的配速就可以跑完。啊，好棒哦。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在日本参赛的时候，我会很喜欢就是感染到这些长者的正向能量。对，哇，那感觉很激励耶，很激励，跑者彼此一起，对，一起把它完成，这样感觉上很像是我快要不行，然后他在路上把我捡起来一起走。对，真的真的，好像神明。对，其实很多人很想要开始跑，但我相信要真的跑出那种愉悦的感觉，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欧阳靖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尤其是那个还没有开始跑步的人，你觉得他们可以开始准备什么？可以开始像欧阳靖这样，到最后可以跑十几个马拉松？其实啊，我觉得去参赛就是报名路跑赛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你只要参加过路跑赛，你就知道那种跟大家跑在一起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对，路跑赛其实有分不同的距离组别，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去选择你的组别，就比如说你短距离的5公里的也有，10公里的，然后半马甚至全马，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体力去选一些短距离、中短距离的赛事去参加，给自己一点成就感。先给自己一点成就感，然后就会开始想到说，哇，我要去挑战更厉害的赛事。就像我7月去跑完那个，我去跑黄金海岸，就是澳洲的澳洲黄金海岸马拉松，它有10公里的组别，然后它有半马跟全马。那他们去年有跑过半马的朋友啊，他们就说我今年一定要跑全马。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全马的奖牌这么大，半马的奖牌是他的一半。然后他就觉得说哇，这样子跑完半马就觉得他好可惜哦。对，然后所以他们今年通通挑战全马。对，所以其实就是你可以先从一些比较短距离的赛事开始入门，等你找到了那个乐趣之后呢，就会开始想要往更远的目标去前进。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来跟我们分享马拉松。谢谢。对，也希望大家就是开始一起跑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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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